to you。 你觉得我画的怎么样？还行。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有啊。既然你觉得我画的还行的话，不如就请我吃顿大餐吧。就在这吃就行，你做饭。小丽就说了，你做饭可好吃了，我想尝尝。她也没吃过我做的饭呢。胖子说的呀。胖子他瞎说的。是不是瞎说？尝过不就知道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清淡点就行，都可以。谢谢。是吧？小丽姐说的没错，你做饭确实挺好吃的。你经常烧菜吗？很少。那我这次得多吃点了，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吃的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萧寒，我再送你一幅画吧。什么画？肖像画，画你。算了。你怕了？为什么怕了？怕我画的不好，把你画丑了呗。想太多了。那就来吧。挺好的。你是在夸画呀，还是在夸我呀？夸你。是不是要请你吃一顿饭了？不用。但你可以给我当一次人体模特，说不定我会画得更好。你来找我这么多次就是为了这个？